微笑的眼睛，看什么都是风景，每一个悲欢都有着意义，时间会证明。昨天的坎坷，今天化成勇气了，我闪着泪水走过了曲折，都被回忆铺成了歌。我们温暖的相遇，不管远近彼此牵引，进退间和谐回旋，无处永恒远无惧。我们幸运的相遇，牵手走进一种追寻，起伏中有甜有苦，唱出生命的舞曲。你要坐飞机？你要回去台湾哦？是啦，啊，托阮先生打电话来吼，伊讲有一寡代志，爱我回去斗三工啦。你会记迄天气，你爱记你脱衫。会啦，放心啦，吼，自己要保重哦。啊，我若回来，我再来看你。Monster, you're gonna get. You're gonna stomp it this time. One, two, three. Three. How are you? Good to see you. Good to see you again. Can I take your parcel? Yes. Let's go. We're going to the market. Oh, be careful. Yes. Oh. Come on, let's go. Let's go. Backwards. Backwards.很抱歉，现在才察觉，原来爱不代表了解。我对你的责备和埋怨，都变成你心里的结。很高兴你肯帮我去发现，每颗心都是一个世界。于是我能更靠近一点，看到你的另外一面。黑静，丽丽，美国，您好不？我已经安顿下来了，祖祖也到语言学校报到了，开始有新的生活哦。我对祖祖真有信心，感觉应该适应了不错，这一切都很好。尤其是叶云、小芬、阿千惠跟颜良家的人，拢知我的处境，啊，处处为我着想呢。不但吼替我省钱，啊，佫教我斗三工，真的好感恩他们哦。您放心，我真好，我踮遮吼会继续拍拼，相信祖祖会越来越好。你们呢？你们都好吗？我真的非常想念你们。
平安快乐，妈妈。我也好想念妈妈哦。麦狗，你有没有觉得妈信上写的是报喜不报忧？我觉得妈是怕我们担心，所以一直写她很好，她很好。其实妈在澳洲是很辛苦的。姐，你说的有道理。爸，你是不是也这样觉得？爸。记得妈下回哈。先生，阮伫咧台湾哦，一切拢真好啦，你哦免烦恼，安心哦，做你伫遐啦。啊，搁有啊，你心心念念的住宅哦，我即嘛有闲，那会替你做呢。讲是替你做啦，做了哦，家己才感觉到你做住宅欢喜啦。顶礼拜哦，我去病院做志工的时阵哦，伫咧烧烫伤中心哦，看到一个妈妈。为了家己受着受伤的囡仔哦，伫遐烦恼啦。伊哦，迄个痛苦甲无助的样子哦，看了互我感觉心内底足不甘的。唉，妈，我受着，你甲出主啦。做人时代哦，疼囡仔心哦，拢是同款。其实我嘛知影，你伫迄边哦，一定真歹过啦。自足哦，一定会予你真济气受啊，你会真辛苦，嘛会真济委屈。我真希望哦，我会当伫遐替你分担啊，帮你一个人伫遐奋斗哦，我足唔甘的。啊，不过为着咱的囝儿哦。咱爱分工合作啦，啊！你顾家里的心，我来哦负责生活经济。你放心啦，我拢打理好了，你唔免担心啦。天下父母心，咱做人饲大哦，就希望囡仔会当顾较好，莫成为哦社会的负担啦。为着做做哦，我也知影你会坚强。搁再安怎苦，你嘛忍耐落去。Do you want to join us? Yes. Come on, it's fun. Yeah, it's really good. Go. Let's go. Let's go. Yeah.
Excuse me. Yes, may I help you? Yeah, 25, please. 25? Yeah. There's no 25 bus here. Huh? No 25 bus. Oh. Yeah, maybe you can go over to the station and ask the people there. They might help you out. Okay? Bye-bye. Thank you. 你讲啥？听下无？惨啊！我呀，哈，Hello，大姐哦，我顺顺呐，无啦，我要去找苏妈妈去哦，刷迷路嘞。啊，即马啊，伫咧一个站牌遮啦，啊，迄屋顶吼，有个黄色屋顶啊。 嘿，对，在那边，嘿。大姐，谢谢啦。是，啊，你文化无啦？无啦，我是来就无效的，啊，都也袂恁的，啊。 话语又不通哦，啊人问半工哦，啊讲啥我也听无啦，啊苏芬妈去也未找到，都讲迷路，麻烦你来个阿姐啦。袂啦，我吼初初来时阵嘛，和你同款啊，常常嘛落事。啊不要落嘛是阮翁，啊若无吼，我就是找警察来甲斗相共。哦，是哦，不要紧啦。是讲你嘛真嗨呢，我毋是常常甲你讲过啊，看你变啥物所在，变啥物物件，敲一通啊电话互我，我就载你来去啊。 你看你啦，即嘛要较大粒官、细粒官吼，啊物件阁无买着。你爱知影呢，阮请个要等去台湾的时阵吼，是甲我千交代万交代，叫我来咧顾好势。啊，你毋是常常咧讲法亲法亲，啊，既然也是法亲吼，咱就剩咧一家伙也共款啊。以后嘛，你啊见我，再无，谢谢啦。来啦，看你要去什么所在，要什么物件，我真载你来去，哈，就这，哈。 原来是小芬姐哦。怎么了？阿姨还没回来吗？都已经几点了？阿姨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哎，婶婶，哦，送你到家的话，嗯，啊，你不爱去你楼顶泡一个茶嘞？ 妈，阿出来宾了，阿哥有代志，连工的啦，哈。歹势啦，为着要送我回来，阿哥有代志，连工的啦，哈。歹势啦，为着要送我回来，阿哥有代志，连工的啦，哈。原来董仁是这种心情哦。你在说什么？以前我妈也等过我回家，我那时候是跟朋友在外面玩，不想回来，结果就让我妈在家等了我一整夜。 他说他等我等得很心急，但是我却没有什么感觉。现在我才突然间体会到，原来等人回家是这种心情，很急，但是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猪猪，其实你蛮懂事的，也很贴心啊。如果阿姨听到你这些话， 一定会很感动的。哎，阿姨，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啦？我们好紧张哦。拍死啦！我拄食买物件的时阵吼，啊迷路哦，找无路转来，我就紧敲电话给千惠师傅因大姐啦，是甲我送转来啦。好啦，无代志就好啦。来，我帮你配啦。哦。啊，你们还没吃吼？阿伯呢？拍死啦！你等下你，我。
买很多东西呢。啊，我们是不是没钱啦、啊？看你记得密密麻麻的，连一支牙刷钱都要记。你知这的钱吼，拢是你爸爸的辛辛苦苦啊上班加班的血汗钱呐、啊，啊当然嘛要记有清楚，不愿意乱开啊。既然这样，你今天干嘛那么大方啊？还买那么多菜来请客？嗯，本来就是啦，我们随便一吃就好了，小芬姐又不会计较。我当然嘛知影小芬袂计较，啊，不过你也知影，咱是大人兜咧共人赞助呢。而且小芬咧上课也无咧上班啊啦，啊，我又是长辈要照顾你们呐、啊，对不对？就算讲咱手头较闲呐，啊，不过该开吼嘛袂用省诶，对不？祖祖啊，你好好用功念书就好了，其他就不用操心了，吼。结果被你抢先一步，还买了爸爱喝的米浆。那个，你真的好贴心哦，爸待会起来不知道会有多感动。这也没什么啦，哎，这给你，谢谢。对了，大姐，今天是爸生日哎，我想妈跟祖祖都不在家，爸一定觉得很孤单。这样好不好？我们来帮宝宝庆生，你觉得怎么样？嗯，好啊，这个主意不错。那晚上我们就回来帮爸庆生。好，那我就直接去买蛋糕。爸早，你今天还是来爸早，早爸吃早餐。来，今天是Mego买的早餐哦，全部都是你爱吃的。好好，这啦这。谢谢。哎呦，这个蛋糕越看越觉得不够大，早知道买两层大蛋糕。不会啦，这个蛋糕刚刚好啊。你别忘了，我们家现在只有三个人，买太大我们吃不完。哎，爸，回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俺们是得种下了。给爸过生日啊！爸，你赶快许愿，许愿完就可以吹蜡烛喽。嗯。许什么愿呐？就是许愿嘛，爸，快点啊！嗯、来吧。哥买这鸡卵糕，一定开袂少钱哦。爸，你先莫想钱的代志啦。对啊，人买狗就有心的。爸平常工作这么辛苦，就想在你生日这一天给爸一个惊喜啊。恁的好意我知影啦，啊，恁有这个好心哦，我嘛真欢喜啦。啊，不过我以后拢无过生日，没关系啦。爸，就这么一次而已，让我们帮你过生日嘛。嗯。我看是卖啦，我过这个生日有什么意思啦？啊，恁妈妈甲祖祖拢无伫的，只有咱三个人，无意思啦。啊。这鸡卵糕还袂食，你看卖，会当摕去退钱无？哦。
想说家里就我们三个人，难得帮爸庆生热闹一下，没想到爸居然一点都不高兴。麦哥，早知道就不要白费苦心。麦哥，你没发现吗？爸应该是在想妈跟祖祖，他想到他们两个在澳洲过得很辛苦，所以自己连这么一点蛋糕都舍不得享受。其实，爸真正希望的是我们能够一家团聚，而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庆生吃蛋糕。所以美狗，爸应该没有在生你的气，你不要想太多。Hey guys, come on, let's go. Okay, let's go. 祖祖啊，喝牛奶。嗯，好。好。到澳洲已经一段时间啊，祖祖有当时啊嘛会发脾气，嘛是同款无啥爱插人。啊，不过看到伊渐渐会当接受这个环境，嘛愿意留落来读书，我总算较心安啊。嘛，感觉这抓来是无白走的。来来来，辛苦啦！喝酒是酒是，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奈波老弟，我的老弟，我哪里啊？我呀，顺顺，哎，实在想袂到嘞，我呢，等去台湾一抓转来，哦，恁祖祖都已经适应这边的生活，哦，啊，今日在读书啊呢，哎，我想讲哦，恁查囡仔这么聪明哦，应该免外久哦，都去高中读册啊。我嘛是希望是安尼啦，祖祖来当习惯吼，来伊这期的这语言学校来结束，咱就当开始该准备申请学校手续啊。对啊，对啊。啊，不过啥啦？我是想讲吼，啊，祖祖若上高中哦，啊，英文若爱进步吼，就要住宿舍啊，跟同学一起学习，唔则较紧啊。阿妈会紧紧融入学校的生活，啊，成绩才会进步啦。安尼较袂急干嘛？拢去想着要回去台湾啊，遐个朋友。哎呀，嗯，啊，即嘛是伫烦恼啥？啊，讲来讲去，当然嘛是互恁查某囝去住宿舍。你是搁咧想啥？着心。无啦，我想讲，啊，祖祖若去住宿舍吼，我着歹势搁踮咧小芬家甲扎做啊。啊，想讲来找一间吼，较俗、较一般的所在住就好啊。喝酒是啊，啊，拢挺好啊，无啉，吼，好啦。啊，对啊，对啊，对啊，有一件代志吼，我拢一直袂记哩，甲你讲啦。咱雪梨联络处吼，一直拢放空城，无人在住呢。啊，你要来遐看卖的，遐环境袂歹哦。啊！你拄则讲雪梨联络处哦，嘿，伊伫放空城，拢无人住哦。是啦，啊，到时阵吼，你嘛当来遐安尼倒脚手，推动外母啊。好啊好啊，看当时有时间吼，咱来看卖啦，吼。嘿，恁拢有听着？即马若讲定是袂用滚生笑，恁若讲好，我著开车来去载哦。会啦会啦。先不要看卖啦，你算算若听着主持吼。花头戏哦，你若是花头戏，你规要怎样紧起来？无啦无啦，来高姐。真正是哦，辛苦着你妈妈，一个人的承担很大压力。爸，你嘛就辛苦了啊，为着祖祖的学费甲生活费，这么拼，我搁烦恼，你的身体会袂康袂？袂啦。我艰苦淡薄也无算啥，啊，只要祖祖哦，真正是较捌代志哦，这一切啊，拢有价值啊。爸，你真的为这个家付出好多好多。是啊，爸，原来你上次坚持不过生日，都是体贴妈妈在澳洲的辛苦。
唔敢要开钱，嘛唔敢要对家己较好咧。爸，对不起哦。莫讲遐个啦，我来想想的吼，这既然是恁姊妹啊好心哦，我实在是无应该让你失望啦，啊，佫叫你家己能够直接退钱。后来我还是把蛋糕放在冰箱里了，我就想说，反正爸不想庆生也没有关系啊，那就把蛋糕当做点心或宵夜。不过还好大姐好像还蛮喜欢吃的，要不然这个蛋糕不知道吃到什么时候。嗯，我只吃一小块而已啊。后来我去冰箱找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我还以为是你吃掉的。我没有啊，我才吃一小块而已。啊？没白吃啦，阿伯讲上顶就多好啦。爸，哎，我是想讲哦，恁查某囡仔唔敢食甜的啦，啊，放冰箱放过蛮歹去呢。是是是，反正蛋糕本来就是要买给你吃的啊。爸，我就知道你不会辜负我们的心意。是啊。别太大，慢的哈。妈，我们都好想你，家中一切都很好。这段期间 ，Miko 真的很会帮家里的忙，每天买早餐给我们吃。啊，姐，吃早餐喽。爸除了加班，还会利用放假的时间去做慈济，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路上小心哦。我们都会照顾好自己，你不要担心我们。妈，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替你加油。今天我终于想到了。妈，我要祝您有横渡娑婆的大勇。联络处哦，系啊系啊，顺顺来来对接啦，哦哦，啊大家敢有常常来这？啊这敢有惯例哈？都是雪莲师兄师姐敢有常来这聚会？你看这个顺顺，他刚刚讲到出嘴，啊鬼把嘴都拢紧起来。无啦，啊你一开嘴就搞问这么多的问题，请问一下，我要先回答哪一个？太细啦！啊，头一转来这吼，啊，想讲这么水、这么大的所在，让咱做联络处，啊，有点好奇啦。我知你的意思啦。其实这个所在啊，罕哩有人来，因为蔡先生师姐常常回去台湾，啊，这个所在啊是阮偶尔办办茶会，大家才有机会来伫个车吼讲慈济啦。是呐。啊，偶尔才办哦，这样不会太可惜。嗯，其实我嘛是安尼想呢。啊，所以当初吼，你讲要带祖祖来澳洲念书吼，迄个时阵哦。我醒过来就有另外一个想法啦，我就想讲哦，如果你真的带祖祖来澳洲吼，哎，安尼就加一个人同齐做主席哦，可以推动雪梨这边的一些活动啊。哦，那加一个大菩萨来到这，啊，咱这边的师兄师姐一定会足欢喜的啦。对对对，太细啦。千惠啊，你去看，你安尼一讲嘞，顺顺哦，都认真起来啊。好啊啦，咱莫徛伫遐煞讲啦，咱进来去。你敢知影哦？今仔日的茶会是专工为你办的呢，紧来紧来。为我办的哦。嘿，嘿啊！啊，大家讲哦，昨天你来澳洲哦，拢无想要跟你熟识啊。一方面是欢迎你，二方面是多一个人做慈济，大家就欢喜的啦。来来来，紧来紧来紧来，拍手。哎，先生好，先生好，欢迎欢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坐啦。哎呦，
你好，你好。哦，婶婶啊，这个无看呢，欢迎欢迎。婶婶啊，今天吼是我的表妹啦，蔡林月霞，啊，因全家伙啊拢移民过来雪梨啊啦，我来台湾就见过面啊啦。啊，你有给他介绍，今天是白素云师姐。婶婶师姐你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哦，你好你好。啊，边啊今天吼是蔡谢胜师姐，欢迎欢迎。你好你好。这几个师姐吼，拢是这几年哦移民过来雪梨的。咱今日这个联络处吼，就是这蔡先生师姐伊提供的。哎呦，莫这么客气啦，讲。感恩哦，感恩。嘿，上重要，今日有这么多师姐在这吼，都是为着要欢迎胜胜师姐。太谢啦，太谢啦。啊，我吼还佫真侪唔捌你所来，爱向恁请教佮学习啦。吼，你小够客气呢。若讲吼，到你澳洲吼。我是足资深的啦，啊，若讲到咱资姐资龄吼，大家拢爱搁叫你一声师姐呢。哎呦，无啦无啦，哎呦，见笑见笑。其实吼，大家拢在做资姐啦，那有在分什么资历？吼，哎呦，啊，恁大家咧徛在遮咧从啥？来来，你别来，你坐，再慢慢仔讲啦。坐啦，坐啦。台北无同哦，迄人世界无同款，迄风景嘛，啊，搁厝嘛无同啦，啊，搁有迄路啊，嘛完全无同，开车开倒边嘞。对，就亲像你讲的，哦，逐条路拢形状无同啦，啊，我哦连迄路标啥拢无啦。你刚行路行起来，算去迷路去啦，啊，找到大姐去甲求救啊，啊，她救我回家。真滴话嘞，是是，我知影你想要食咱台湾的点心，特别穿这菜头粿要你食。我跟你讲吼，恁大家家会用个吃一袋尔，剩的吼我要留给胜胜吃哦。无啦无啦，我一人吃无遐多啦，当做吃，人讲人多好吃面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好好吃哦。是啊，超好吃的，真怀念吼。啊，那拢无看到秀英。哦。但迄个人上爱到老嘞，煞等到这时阵无看到伊。是啊。你讲迄秀英是吕秀英哦。对啊对啊，你捌伊哦？你台北是有拄过啦，啊，就迄个林辉堂啊，甲我讲过啊，伊讲这人足热心的啦，啊来澳洲吼，一定爱找伊。哎呦，你唔免去找伊啊，伊家己主动就来找你啊啦。当你还未来之前，伊就讲哦，伊要去看你，要找你，所以哦，你不想见他都很难。对啦，胜胜啊，我才千惠讲吼，你起码暂时住伫个雅美查某囝遐，佮住惯势。但是住真好啦，啊，不过歹势工作做。嗯，你又搁安尼讲啊？你拢唔知这胜胜师姐这个人吼，实在有够故意的啦。你即马吼，若有啥物代志吼，讲要去麻烦伊哦，伊绝对甲你做到到。啊，伊若家己有代志哦，拢歹势去找人啦。无啦，哪有？坦白讲哦，拄仔你入来，我看你这安尼，足欢喜足欢喜模样，我有一个想法嘞。啊，是啥物想法啦？啊，都咱拄则讲的啊，规矩你要搬来遮住啊，对无？啊，阮遮顺便你用斗照应者啊，若是有想想要做租者，也是甲咱这租者有缘的吼，你都用甲招我来啊。住联络处哦。嗯啊。啊，安尼敢有方便？嘿。拄则是你家己讲的，讲阮遮联络处遮尼水哦，若是敢若办茶会啦、聚餐嘛，伤过可惜。啊，假使恁自尊若去住咧学校宿舍，你著规气住来遮，对无？安尼咱大家若要联络嘛较方便啊，对无？是啦是啦，胜胜，你若搬来遮吼，哦，以后我若办什么活动哦，哎，都方便啊啦。是啊，对对对，是啊。我是惊甲恁大家杂做啦。袂啦，搬来搬来遮住啦。啊，若准讲吼，生活上有啥物问题吼，大家当斗相共啊，对无？对对对。啊，恁万项代志拢替我想，我毋知要安怎甲恁感恩。哦，好恶心啊！肉麻当有趣。昨下咧讲定啊吼，啊，咱大家吼找一天来甲胜胜斗巴厝。好好好，欢迎欢迎。要搬去联络处的这段时间，祖祖嘛申请到当地不错的高中。啊，这嘛爱感恩月霞师姐的厝边，是一位八十几岁澳洲老太太。虽然伊是天主教的，伊非常的热心替祖祖写推荐信，让祖祖会当顺利入学。为着要上学方便，
祖祖嘛决定要带入去学校附近的宿舍。祖祖啊，桌上吼那盒的甜甜圈是我早上看食谱做，应该不会太难吃啊。看来吼在寿霞寝室有吃啊，哈。干嘛请人家吃啊？我又还不认识人家。嗯，啊，以后恁两个住同一个房间啊，啊，妈妈没在旁边吼，啊，你很多事情要麻烦人家，啊，请人家吃也是应该的，要先结好缘才会得人缘，知不？祖啊，吃好了没？看咱千惠师姑会教咱知呢，唔通妄等。啊，紧去啊！嗯，啊是安怎啦？你脸上有面粉啦！我脸上有面粉？啊，伫倒啊？这边啦。这边哦。哎，讲唔样呢？还好你提醒我了，啊，我哪去好好吼，哦，一定会很糗。我来洗洗。祖祖啊，免送啊啦，那个行李吼，赶快整理一下。哎呦，我行李又不多，一下就会整理好啦。哦喏，啊，拄只迄宿舍吼，我有看到，啊，有书桌，有柜子，啊，你把行李吼整理好，唔通去妨碍你的室友。这我知道啦，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你连这个也要念。哎呦，算算啦，等恁祖祖吼，家己也有准则啦，放心啦。哦，迄拄只我认真啊看一下，哎，这个环境哦，确实也袂歹呢。啊，搁有迄个照顾你生活起居的迄个修女啊，哎，大家看起来拢足有爱心的呢。哦。搁再讲，这边的宿舍环境管理哦，大家是乌鲁干的代志，所以哦，接下来你免操烦啊啦。哦，好啦好啦。啊对啦，祖祖，那个维他命吼，一天爱吃一粒哦，啊，开水多喝一点啦。啊，上重要是那个吼，早餐一定要吃哦。然后午餐也要吃，晚餐也要吃，对不对啦？哎呦，你要说的我都知道了啦。会记就好啦。啊，无阮要来去啊。哦，好好。对啦，啊，即摆妈妈要带联络处，啊，你放假的时阵吼，啊，留在宿舍，啊，妈妈会来接你啦，吼。嗯。啊，我来去啊，吼。嗯。啊，你不用送啦。好啦好啦，啊，咱来啦，吼。拜拜。嗯，再见喽，吼。嗯。拜拜。拜拜。拜拜。你要第三名哦，拢提起用不要紧，啊，唔知哦，再打电话问我就好啊。太谢啦，给你赞助。唔好咧，唔好咧，来。千惠啊，谢谢啦。你是咧跟我去天下，啊，住你家便便，免开钱。
头一顿啦。那咱拢无钱扫的着，你看，原来吼，安尼你准备去搬这大半个钟，伊就是要伊讲无带你台湾，要带你去无下济去，你知无？真正啦，来，今天先喝你，好。太休假哈，胜胜啊，我对澳洲很熟啦，林刚哦，带你踅踅行行，其实这个所在啦，哦，好啊好啊。来来来，来手工食，来胜啊，人这吼是谢师姐吼专工为你包的哦，一亲就走的。哎呀，恁家辛苦，莫讲我。看到大家吼，为我这么辛苦忙碌吼，我是足感激啊，足感动的啦。我拄则才咧想讲，啊你哈尼热情吼，我嘛应该回馈些什么呢？哎，胜胜啊，你着安心啊，住来就好啊。阮这人吼，无唔忙讲你叫阮做啥？是啊是啊，你哦心情放好轻松，啊你哦莫哈尼啊大，知无？不会啦，我既然吼决定要踮遮住落，我想讲吼，家姐吼整理你的，啊看是要定期办茶会，还是创啥的啦？啊，咱大家一起来讨论。哦，哎，恁大家都有听到，这是胜胜伊家己讲的哦。啊，真正安尼吼，咱这个迄个雪梨联络处后摆哦一定足强的。哇，是讲向前啊？是在说我啊？我就讲这个人吼，上爱斗闹热的，安内拢无看你哦。哦，我今麦不是赶来啊。是的，师姐，你看你见我无？我是秀英啊。哎啦，啊，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哈。哎呀，哎呦，真欢喜的呢。林慧堂师兄哦，佮交代我要好好照顾恁母仔囝呢。谢谢啦。哎，阿对啦，你的行李呢？啊对，要等你来搬，歹势，我拢搬去房间放好势啊。房间哦，好，安尼。现在是这样，咱来去把行李提出来。秀英啊，啊你安尼是在创啥啦？我要带圣圣师姐来去阮家住啊。对你蛮好了，带圣圣师姐在家住到好睡好睡，你不要开玩笑。我哪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呢。都阮家有啥物唔好？搁舒适，又搁自由，上重要吼是有我的陪伴。圣圣师姐吼，那有我的陪伴吼，一定每天都很开心的。谢谢啦，啊我吼既然搬来遮吼，那好意思去恁家交了。啊，你不爱去哦？我踮遮就好啊，啊林刚吼再去你们家拜访，好不好？哦，你不要怀疑啦，伊也搬来吼当姐姐啦。是是啦，先坐，去搬伊啊，去坐啦。好啦好啦，家己去坐啦。好，今晚吼，我们来等人吼。啊，你今晚要困的时阵哦，小心门窗，检查有没有锁好。放心啦，我会注意啦。啊，哈，你晚困起来去睡你的呢。等一下，你下次一定要来请客哦。哎呦，说真的啦，不要破费啊啦。哈，大家晚安啦。好，来来，较早休困嘞。好，来去买鱼啦。好，再见哈。好好，晚安哈。好好好，啊，跟你们一样。大姐，开车小心嘞。对啦。会记你去检查一遍哦，好，放心放心，拜拜。胜胜，安娜，你一定要记得哦，下次一定要让我请客，要不然我会心痛。好啦好啦，好，早点休息哦，好，晚安。来，睡你。来，再见再见。I call two zero one Jessie 啦 ，Yes Yes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喂，祖祖啊，我是妈妈啦，你在那边好不好？有关系不？有欠钱不？妈妈替你传啦，免哦。好啦好啦，妈妈就放心了啦，嘿。我现在吼在那个联络处啊，啊你的电话吼有记得好无？啊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妈妈哦，吼。好啦，一放假吼妈妈去接你哦，嘿嘿嘿。现在，你要念书哦？哦，好好好，妈妈不吵你啦，吼。
好，再见了哈，保重保重，嘿嘿。现在才察觉，原来爱不代表了解。我对你的责备和埋怨，都变成你心里的茧。很高兴你肯帮我去发现，每颗心都是一个世界。于是我能更靠近一点，到你的另外一面。当我原谅你曾给我的伤，我的悲痛也得到释放。我想许多让人流泪的人啊，其实心里也很彷徨，也很沮丧。当我原谅你曾让我失望，我们脸上都有了阳光。我想许多冷漠倔强的人啊，其实是怕承认自己很需要爱。